哈利路亚，诸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神啊，让我们再次共聚一堂来学习真理，求主耶稣赐福，让他的道存在我们的心中。每当太阳下山的时候，人有一种憧憬，就是家的一种归宿啊，这个是神的创造。我们因着信仰啊，这个睡觉之前来到会堂参加聚会，求主耶稣赐福啊，让我们拥有平静安稳的心啊，来度过一天，来准备啊，明天重新的出发。晚上聚会里头，我们要来看到以利亚的心智。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六节谈到以利亚的日子。这个是旧约最后一件事情，也借着以利亚的日子成为预备，要开始进入新约。在以利亚的日子这个主题当中有一件事工人的预表那么这一个部分所谈的就是以利亚的心智。我们晚上呢就针对这一个部分来做彼此的交通。求主耶稣让我们的心有一种他的道在引导自己站在他面前来经历侍奉，来见证走在主路上的恩典我们再次来看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大家一起来诵读这段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预备起。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阿们。以利亚的日子，整体上第一个预表就是工人工人在恩典时代参与圣工学习侍奉神，这些人应该要有以利亚的这一个心智那我们从十五节看到了十七节，我们发现了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十五节所说
淡酒、浓酒都不喝，这是一个代表，拿细耳人的代表。民数记六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就描写了拿细耳人的条例这个条例在旧约时代是相当特别的一个条例借着这一个条例使立位支派以外的人也有机会来侍奉神不是只有立位支派亚伦的等次拿细耳人的条例使其他各支派的人也能够有这一个机会拿细耳人的条例我们从头看下来知道他借着饮食他借着服装仪容上面成为记号来分别为圣参与圣公要分别为圣这个大家大概都会说如何分别为圣从拿细耳人的条例你能够得到什么思考分别为圣是道理的意思坚持到底吗是这样吗是这样吗从拿细耳人的条例有一个生活面的一个思考借着拿细耳人的这种条例造就了以利亚的心智了因为有这一个心智这个十七节就说他能行在主面前他能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以利亚的心智有什么作为这是第一件事情有什么作为第一个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为父的心能否转向儿女圣经当中有一种主题教训有一种主题教训我们先看到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一节以下众人问为什么以利亚要先来十一节耶稣回答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并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到十三节门徒才明白耶稣所说是指施洗约翰以利亚是指着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住在旷野他所传的我们称悔改的喜悔改的心悔改的心
才能够使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悔改的心啊，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耶稣说是指着施洗约翰啊，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悔改的心。我们刚才说，为父的心能够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够转向父亲。在圣经中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从悔改开始，然后呢，哦，我们参考，耶利米书31:15。耶利米书31:15，耶利米书31:15，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儿女都不在了，16，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哦，原来15说儿女都不在了，他们都不在了，是被敌国掳去了，在敌国这个地方。那16，神鼓励，神安慰这个父母，说不要再流泪，不要再哀哭了，因为他们必从敌国归回了。这个是神亲自说的。17，神又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了。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从悔改开始。我们一定要操练这件事了，悔改这件事了。悔改这件事的操练太重要了。神为什么赐给你恩典？岂不知神的恩慈是引导你悔改的吗？不是得到恩典就代表我们对了。罗马书2:4，得到恩典是神帮助我们建立信心，建立信心要做什么？学习悔改，操练悔改。为什么要这样？你从保罗的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何况今天不是完全的时代，哪一个人不必悔改？那这种操练呢，不是开端那种悔改的操练，这种操练会很直接，很有价值的提升生命。所以这种操练会让人更有一种精神上的内涵。一个人一旦更有精神上的内涵，他的影响力当然是更大的。从悔改开始拥有这件事，这件事有一个主题，有一个主题，就是儿女被掳，他们又回过来。这个主题里头当然有一种心智存在了，你觉得会是什么？这个是在作为上面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路加福音1:17接着说，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这个人很叛逆，可是我们能够影响他，他也会接受，所以呢，他就会转从艺人的智慧。哦，这个实在是让人非常的羡慕。那如何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我们来参考哥林多后书十章，哥林多后书十章三节，哥林多后书十章第三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每个人都一样，在血气中行事，活在血气中，每个人都一样。可是呢，生命里头这一场征战，不可凭血气征战。不可凭血气征战这件事情，目前有一个很大的无辜，很大的无辜。我坚持道理啊，我不是凭血气啊，事实上他是凭血气在征战。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无辜，每个人都知道不可凭血气征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无辜，好多人都凭血气征战。为什么？我坚持道理啊，我不是凭血气啊，竟然那个坚持里头太多血气，并不是真理的修养，不是啦，彻彻底底不是。这实在是很矛盾的一个地方。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如何在神面前有能力？哥林多前后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称义的修养在我们身上。所以看到这里呢，就好像有了一个跳板，帮助我们了解了为什么我坚持道理变成凭血气征战。我是坚持道理啊，为什么变成凭血气征战？同在神面前有能力这句话我们可以有一个跳板可以有个跳板帮助自己了解能够在因信称义上确实有一些经历，造就了修养这种人才能够在神面前有能力称义的修养这种人才能够攻破坚固的营垒魔鬼对我们的诡计，对我们的攻击就是坚固的营垒。像启示录十二章，魔鬼用潮流攻击教会，哇，这个潮流太厉害啊，潮流太厉害啊，甚至不少地方人没办法抵抗啊。你没办法抵抗，你明明知道不好不对，明明知道有危机，但是没办法抵抗呢。这个魔鬼的攻击太厉害了。当我们在神面前有能力，这个时候就能够把它打破了，并且将各样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第六节说，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完全顺服的时候在神在等这件事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就是一种报应，一种公义的一个审判显明出来。也就是说，神就要显出
他的作为啦、哦、等我们完全顺服的时候，神就要显出他的作为啦。我们不要看眼前、哦、我们要看到那个内涵，看到内涵，让我们成为在神面前有能力、哦、来体验、哦、这个神的工作。所以这个啊，以利亚的心智第二，悖逆的人能转向义人的智慧、哦、我们参考了这段话，有一个勉励啊，为什么能够让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智慧？因为我们有一种完全的顺服，十分的顺服，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人啊，啊，这个是第二个作为。第三，刚才路加福音第一章这里啊，又说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啊，这个是第三个作为啊。以利亚，主耶稣说是指约翰，约翰的洗称为悔改的洗。啊，认识悔改才有一种属灵的操练开始啊，营造在我们身上啊，那个灵修啊就真的一步一步开始了。从新约来看，约翰的洗是为主耶稣的救赎啊预备的啊，哎，所以约翰称为铺路先锋啊，为主的道预备道路啊，哎啊，啊，约翰的洗是悔改的洗，所以从新约看，能够悔改，他才完成预备啊，开始要进入耶稣的救赎，进入耶稣的工作。一旦确实有一个方向在进入主耶稣的工作，软弱不可怕呢啊，我们甚至于说一切的软弱不可怕啦，因为我们有一个方向在进入耶稣的工作里头啊。所以你怕软弱怕什么？怕不用怕，不用怕啊，因为他一定会成为一个食物啊啊，让我们呢、啊、体验到救赎，一个食物让我们经历称义啊的一个操练啊，哎，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第三个作为啊，这个也是啊悔改的这一种啊，这一种修养足够啊，哎啊，才能够哎。预备出啊何用的百姓啊。那我们参考希伯来书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节，希伯来书六章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啊。一块田地，我们啊，这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神的浇灌啊，我们啊得到了神的浇灌，我们就有一些成长啊，生长菜蔬啊，有一些成长，合乎耕种的人用，这个时候呢，就从神得福啊，因为能够生长菜蔬，这就是结出果子啦，啊，可以说成长，也可以说结出果子，啊，成长也好，结出果子也好，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内容，就是品德的修养提升了，成长真的有在成长，真的有成长，真的有结出果子，这个时候就合乎耕种的人用了。哦，没有在成长，没有结出果子，不合乎耕种的人用。不管他口才多好，他多会计划，多会执行，多有成果。对啊，很多成果产生人不一定成长啊，不是吗？哦，很多成果产生了，但人不一定成长啊。哦，哎，必须成长，必须结出果子，才能合乎耕种的人用。所以魏族预备了合用的百姓啊，合用的百姓，这个也是针对百姓啊，百姓的那一种啊行为啊，真的从悔改里头结出果子，从悔改里头得到成长。好，所以他合乎他成为合用的一个百姓嘛。这个是第三个作为。啊，我们呢，从这些作为啊，就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去探索去摸索。哎呀，这个以利亚的心智到底是什么？他有这些作为，他能够产生这些作为。那从这些作为，我们进一步去摸索，去探讨，哎，那其中的那一个心智是什么？第一个得胜的心智。而你已经被敌人抓去了，在敌国了。这个时候，为父母的心常常是什么？你看现在啊，现在的家庭更清楚啊，现在的家庭更清楚啊。我那个囝不好啦，黑都安怎都安怎？哎，有一个主观啊，家庭生活最大的主脑主观意识。挡着啊！我那个囝子，啊，都明明的有什么事实哦，已经变歹去啊，已经变歹去啊，歹了了啊！尤其现在的家庭但是以利亚的心智能让维护的心转向他，他的心也会转向。维护的，他有一个背景，就是在敌人国家，他不因为他已经在敌人国家，讲一句通俗的白话，拍了了啊啦，就得拍习惯，都足清楚了呀。大家看都嘛知，拍了了啊啦！不因为这样子，就是没机会、没希望。那可以如此啊，必定有一个得胜、愿意靠主得胜啊，这种心呐、在自己里头啊，不然不可能啊！你肉眼再怎么看，不管从哪里看，都不可能啊！他在敌人国家。他已经坏透了，坏透了，坏透了，哪有可能再回来？不可能啊！所以他一定要有一种心智，靠主得胜，我愿意靠主得胜。所以他必须去操练悔改。做唔到是阮囝，唔是我。你停在开端，你完全卡在开端。你完完全全卡在开端啊！对呀、从父亲开始啊，悔改的操练啊，
那是生命被提升，生命被提升，你回头看自己就会发现，哦，我实在是错得一塌糊涂。就像保罗大马色亮光之后被圣灵充满，哎呀，气死了，稍微转个弯我就看到那件事，为什么就不转那个弯，认为自己是好的，我的坚持是对的。结果耶稣主耶稣说 我跟他敌对了，我用脚踢刺了。真的真的 我跟他敌对，真的我用脚在踢刺。保罗看到了，看清楚了，这个就是从懊悔懊悔。这也是悔，这就是悔改的操练啊，按主按神的意思忧愁，按神的意思忧愁，这就是悔改的操练啊，来看到自己更多的不对，使自己有更深入更进一步的实悟领受因信称义，造就圣灵更新，哥林多后书7章11节。得胜的心智，得胜的心智，这是我们从他的作为可以看到的。第二个，这就比较容易了，叛逆的人能够转向义人的智慧。我们刚才从哥林多后书10章也看到完全的顺服，顺服的心智，顺服的心智，绝对顺服神，绝对顺服神，顺服神哦。第一个考量是内部的和谐，维护内部的和谐，到什么地步，懂得到什么地步行，不是硬邦邦。圣经写什么，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要做什么，这个是凭血气，这个是血气，这个是血气啊，完全顺服神。那个顺服的第一课，他懂得维护内部的和谐了。内部不和谐，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很辛苦了，加倍辛苦了，而且做完之后没意义，甚至于完成成果冲突更大了。内部不和谐的时候，完成成果冲突更大。属灵的团体啊，不太一样的哦。是什么心智？从第二个我们看到，也就是顺服，完全顺服的一个心智。从第三个为主预备何用的这个器皿，这个是诚实悔改的一种心智。我们也来参考诗篇51篇。诗篇五十一篇第6节。第6节说，神所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内面的诚实。你在我隐秘处盲点，必使我得智慧。隐秘处变成得智慧的地方，我的盲点变成我得智慧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我有内里的诚实。调过来13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患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大卫经历着知罪的一个操练，知罪的操练。从第1节开始写，有几个地方都在讲知罪那个操练。大卫经历着这件事，这也是悔改啦，这也是悔改。所以51章前面的标题就写悔罪，诚恳悔罪。
大卫经历着这一个操练，他后来有一个感受，我把神的道指教有过患的人，这个人啊归顺的神啊，这个人愿意归顺的神，我们呢、借着悔改的操练，彻彻底底帮助自己走过自己的软弱，不用、我在圣工上有成果啊，来掩饰软弱，来掩饰软弱，来表示没有，我没有那个软弱了。哎，我今天参与圣工，我有成果啊，这个叫做这个叫做修行拜拜太多了，功德做功德的。做功德的态度，行用拜拜太多、这个没办法真实、很真实地去经历了、这个知罪、就是悔改的这种操练、他就懂得人性、人性，人在软弱中那种人性、如何才能够走过来，他从自己的经历有了一个教导，自己对自己的教导、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啦、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啦、所以他把神的道，他用这种领受把神的道指教有过患的人，这个人会听他，会归顺于神、所以为主预备何用的这个百姓，我们看到的就是诚实悔改的这种心智、从大卫呢，我们也可以、也可以有一个参考、以利亚、曾经、非常锋利、行出了神迹、他说不下雨就不下雨，他说下雨就下雨，饥荒的时候神叫他去一个寡妇，穷寡妇那里接受这个穷寡妇的供养，这穷寡妇剩下一点点面粉，一点点油，他足够做两个小饼，他和孩子吃了就等死了，先知说先做给我吃，他们顺服，结果如同先知说的，面粉油没有吃光。所以这个先知啊很有权柄、这个他的孩子死了，以利亚接着祷告让这个孩子复活。以利亚也曾经在加密山跟好几百位假先知分辨真假，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胜过好几百个、假先知、以利亚的心智不是只有用好像很荣耀的这些事迹来说明、以利亚也有他软弱，也有他软弱。加密山回来，王后耶洗别、很不高兴、起誓非杀掉以利亚不可。以利亚听到了开始逃命，在罗藤树下求死，那个求死里头有一个态度，那个求死里头有一个态度，他们杀了你的先知，剩下我一人，剩下我一人，这句话表达出什么？明星化的一个态度。神怜悯帮助他，拿东西给他吃，让他有体力跑到神的山，他跑到了神的山去，躲在山洞里。神说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为你大发热心、山洞式的大发热心，神不高兴，你站出来、神用异象再一次教导他、烈风大作，山崩地裂等等，很庄严、很轰轰烈烈的 那个状况存在他面前，然后里头都有一句话，耶和华不在其中啊，先知啊，感觉到神在说什么了，不好意思了，
拿着外衣蒙着脸，啊，拍谁啊啦哈？你这样给啥看不见？啊，这个时候神又问一遍：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讲的话和前面一样，和前面一样，不愿意改变自己讲话的内容，就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所以以利亚也有他软弱的地方了。因此我们有一个结论，我们强调新约每一个参与圣工的人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要有以利亚的心智，这件事情绝对不是，绝对不需要用一个完美主义来表达自己站在神面前的心智，这不是以利亚的心智，这不是用一个完美主义来表达自己在神面前的心智，这不是以利亚的心智。从以利亚的事迹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是一个结论。那这件事情有一个相当敏锐的问题，也是新约要很用心把握的一个问题。罗马书十章二节，罗马书十章第二节，罗马书十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们来读这段话。罗马书十章二至三节，预备起。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如果我们的心智是人的意，那这种心智干什么用？这种心智要赶快看破明白，是一堆垃圾丢掉。一起来唱诗。